是吧哈？再拿这个，就这个动作往上喝，知道哈？拿掌啊，来快点啊，来，懂明白了吗？看着我这下炕着，我可就全有了。我这下炕着，我可以摔，我可以闷，知道？我可以坐顶。关键就是这下啊，这下是真正看，一定把这个是直勾勾冲撞往前，这脚底还扣着他这个位置，人一扣他一闷。如果说他一弹力大来了，看吧，那么他不就给他打倒了？那往大拿往疼都可以，就是打脆点，就完事儿啊。何况，哗咔咔一靠他，光一使腿，你根本倒不了。你站住了啊！你倒不了，为嘛？我凭这不行，我必须用我的头搁在他这个位置。你看，感觉了吗？我这个头必须得有力量。就咱俩这一拿住了，你看我这个头，你看先给你住住，嗯，你得跨你这儿了，哗一跨你，对吧？哈。没跨倒，我在这儿，我这么着拿不下来。你弄我脑袋，拿那双呀，我完了，我头皮也贴在你这儿。你看我拿脑袋凭什么？我一跨你吧，他没跨起来，一回头就闷裆了，知道？我一调你没有，啪就闷裆。但是呢，我走这个跨的时候，我这个布一定盯着你肋肘，你肋肘，他哎，你肋肘，我那边勒我，你勒我我就打你。你走这个跨的时候，哎，一走跨时，你这个肘。为嘛搁这儿呢？一定要盯着他走肋肘，他走肋肘，你走横肘，明白了吧？因为在人嘎着我底下了。